1700块钱的单，轻松拿捏。上午的话挣个500多，还有单的话再去挣个400-500。早起了扛楼的人有砖扛，羡慕他们回去的年纪。你们今天这单是多大的？今天这单的话是1500多嘛，然后100多就瓷砖，还有就是瓷包瓷砖胶嘛，三个人搞，大概是下午吧，下午可能就搞定。两个钩子一收，今天找到方法了，就轻松把钱挣。身上脱钩一半，又是10块。真的，这一趟六楼扶上来，大气都不带喘的，干活嘛。找到正确的方法去干活，还是要省力很多。金老师跟我们说的，早起的鸟儿有什么吃的？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早起了扛楼人有砖扛，要红。那今天会上午的话，挣个500多，然后下午如果。还有单的话再去挣个400-500。今天又是完美的一天，又是10块钱。这么热有高温补贴吗？自己贴，自己给自己贴，羡慕他们回去的年纪。让我想起以前上学的时候，几克的笔握都握不住，然后现在100多斤的这些瓷砖，一躺就是一整天，也不知道哪个房间出的味道。啊，怀不怀念以前上学的时候？怀念啊，但是我现在要搬砖。哎呀，我以前读书读到什么时候？初中吗？初中读完了吗？没读完，我14岁就出去了。你们干了多少件了？90-92件，900多块钱，112这样子的，还好肉多，但是在这些地方就勒红了。当兵的兵哥哥像吗？大哥，你看着像不像？像吗？像新军人，还蛮冷静的。你看这个有什么目标？就打算存多少钱那些有没有目标？干这个活的话，存个10-20万。总之，现在的目标就是搞钱，先要挣个10-20万，然后回去之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因为你像你扛楼，扛不了一辈子了，像我们这样的扛。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不怎么醒了，快挂壁了。没你了。社会大学的话是吧，你稍不努力反正就被淘汰了。大的搞定570，小的也搬个300多了吧。这小的也一样价钱吗？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大的小的都一样。好有感觉，哥，这怎么放呢？放哪里？600乘600的，600乘600的。你放哪里？快点跟我说啊，我背的好重。哎呀，大哥，看到他们。就想起了自己以前读书的时候又不想读，然后就想出去挣钱，现在的话又想回到那个时候。其实那时候的童年，那时候才是最快乐的。当家乡不动的时候，月车到站以后，像时空风在吹。就剩这里。我数第二趟哪里啊？小小六楼，1500多，轻松拿捏。小件的，这里总共还有16件。
纸箱子，其他不用是吧？1700，从1500变成1700啊，这个单。找老板拿钱了。收到了，谢谢啊！1700块钱的单，轻松拿捏。下一单，猛起！